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期嘅节目。我今日咧就攞呢部车，大家睇到未？呢部车出嚟洗下嘅，因为好邋遢噶啦。咁现在咧仲系清明嘅假期咧，得闲就出嚟洗下啦。咁平时唔得闲嘅话就懒得洗啊，就系好耐好耐都唔洗过，好邋遢啦。咁今日咧就系、是，咁我就自己就拎一盆水出嚟洗嘅，攞抹布嚟。抹得下洗下嘅，就費事去到專業洗車啲洗啦，因為麻煩咧，就係自己攞出嚟抹得下，得閒洗下自己洗下仲好啦，好過啦。嗱，我就拎一盆水出嚟就咁洗，咁樣乾淨。世界一切，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，但始终都去找，只因有你在鼓励，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。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，良心正好枯萎。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，痛在城路跌低，笑一声真嘲巧，哭也找到安慰，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。热情就算枉费，友情同样美丽，让无尽暖意回归。也许一生到底，一切超出估计，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。热情就算枉费，友情同样美丽，恨愁用歌声代替。也许一生到底，一切超出估计，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。热情就算枉费，友情同样美丽，恨愁用歌声代替。大家睇到未？我呢把锁已经好耐噶啦，已经有5年嘅时间啦，真系好旧噶啦。咁南宁嘅大网红周某人咧，仲有11日就出嚟噶啦。唔知佢出嚟之后，做边行噶啦？可能改行即系点样啦？所以我就考虑一下，要唔要换把新嘅安全啲咁样。新嗰阵时咧质量都可以，但系而家老把大锤一锤，可能就出嚟嘅。我觉得几有啲安全嘅就咁还啦。所以真係諗住換把新嘅算了。